这什么地方？这是。 哇，车库继续吗？哇，哎，教练好，教练好，教练好，哇，太帅了吧，这里。哇，今天太帅了吧？希望大家辛苦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好，两个大纲很简单，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台湾的单车特色。第二个，我们就做好最佳准备，分行前、行中、行后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初步的，那以后在骑的时候慢慢慢慢，大家自己调整上来。好 ，OK。 台湾哈是一个全世界唯一无二的单车旅游胜地，从单车旅游的角度，台湾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很短的距离之内有很大的变化，地形高度，这边那种感觉的话，它就像五线谱啊，然后美丽的风景人文，它就像音符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曲目。好，形容的真好，形容的对，很短的距离很大，对，所以我们在骑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你不见得会碰到都是美的，也会碰到不好的。它其实是台湾的特色，比如说到西部啊，看到铁好像很漂亮，可是你闻到可能是臭臭的，对，就是肥料的味道，猪粪啊，或是甚至是空污，所以你会体验很深哦，原来我们生长的地方是这个样子。嗯嗯，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环岛。对，环岛有几种类型，这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环岛，它有大环岛。 环岛有几种类型，这是最常见的，就是小环岛。它有大环岛。对，有。像西部就是以台一线为主，东部就是台九，花东纵谷这样一圈回来台北。另外一种就是大环岛。大环岛最主要就是会把四个极点，就是东南西北，对对对，四个点，花莲、台东、对对对对，那四个极点，富贵甲就是富贵甲啊，鹅銮鼻，然后国盛港、灯塔。这个一千啊？对，这个大概一千了。那个呢？啊，当然900多。 300，900多，对。那大环岛它有一个特色哦，因为四个基点上面刚好都有灯塔。如果说像我们时间如果够长，我们在沿途看，哎，这个山我们是不是可以绕进去一下？这个部落我们可以进去一下。它就不见得说我一定要非得哇全程都要骑车，因为有些地方可以透过拉车进去，哦，再出来，你进去，你时间把它浪费在最棒的地方，那这样可以完成一种深度环岛。好。 你真的是身体很重要，对对对，不是我们没有打算一次骑完。环岛有的概念，我们尽到70岁以前骑。很现实的，我们要行前准备。好，第一题很重要的。啊，如何让臀部不痛？臀部长时间压久，压迫之后，回去管破裂，你就开始痛起来了。所以我赶快下来吧，来不及，那一天就一直痛下去。对，就已经伤害已经造成，一定会痛啊。对，所以呢，你重量要做分配。 有一部分在手上面，一部分在脚上面，一部分在臀部上面，然后差不多10到15分钟，屁股要稍微抬起来，这样血液流通，延缓它痛的时间，那要穿车裤，对，穿车裤千万不要穿内裤，对，会摩擦更严重。为了预防万一，你可以去那个单车店或是运动用品店去买那个防摩擦的。 防摩擦药膏，对，要其他蛮好用。容摩擦什么？药膏，药膏，药膏，先涂。对，你可以先涂。你用什么止酸药膏？那我们刚刚在讲，不是药膏。我想请问，刚刚有三种环岛，是。那我，但是我们的是属于哪一个？ 我们这次要比较深度，深度，深度，就大概就是深度环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切进去的。哎，你说我。 他寻一个深度了，哦，就是没有完全的连续。我们不只是重在骑车，我们想要多看看，对，了解这块土地，对对对。你以为只有你会讲的？没有了，我是表达那个差一点，我们要去人家家吃饭，对对。他的意思是，其实我觉得是说啊，你主架构是在大环，然后到哪个点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地方切进去，切进去，其实那就像他讲日月潭，就是你要到进去才会到日月潭嘛。 所以等于是以大环为主，对，然后中间不能加深度，不加深度，中间时间看时间的切一半，只怕我们的能力大环绕不完，又切进去，然后切不进，然后时间，讲错了，对 ，OK， 是，今年我们就决定了大环岛的深度旅游，好不好？ 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一趟旅程，一趟环岛的过程，我想，就是期待会发生一些你没办法预期的事情。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画面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，或者有一些感动，或有一些体验是我没有遇到过的。在跟好朋友、跟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去。
骑车环岛，我相信会有一些以后回想起来都会笑的一些记忆在脑海当中，相当期待。说真的哦，我现在不敢去讲后面，是因为我很怕，我就是那个很臭的老鼠屎，这是我现在怕，所以我还不敢去想。我只要想说，就是整个环岛行程之后，他们不要阻拦我就好。要住当天，我应该会哭吧？对啊，我应该会哭。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大的。对啊，我现在的热情就像哈林小队一样 ，Let's go！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，骑就对了。